2023年，2024年1月5号，今天领薪水啊。先来观音佛祖庙拍白尾海雕，我前5次来拍到3次，第一次来拍到最漂亮，第一次就出现3次，后来2次几乎都是看不到5秒，10秒，可能只有5秒的画面而已，后来一直共住到现在。下礼拜我不一定会再来，因为如果基隆天气不好，我可能还会再来这里。然后这边其实拍鱼影也不错，比我家的大，又会冲水，又会洗脚，都还不错。这是云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刚好回来。哎呀，哇，赚到！白尾，来了来了，白尾来了，哦，中了中了，谁在找他？啊，捞鱼捞鱼，树林后面的捞鱼，鱼晕找他。哦哦，终于要中了！哦，这边等不到，这边拍不到它了，到底躲哪里？刚才白尾出现了，去那个捞鱼，捞一只鱼上来，然后鱼人去赶它，赶了好几次，然后我去那边看一下能不能拍到。它躲进树林以后，我就追不到了，我就已经不晓得在哪里了。我估计还是上次那位置，我来上次那个点，还有10分钟要来上班了，上去那个点。现在几分？几分？几分？7:51，大概3分钟之前。捞鱼啊，虽然在树枝后面啊，我如果来这边就拍得到了，哦。来这边应该可以拍到整段过程，无所谓。捞鱼那段虽然在树林后面，但是焦应该就有对到焦，刚好在树枝后面。我看一下这里，对对对，如果来这里拍，应该拍得到整段抓鱼的过程。有点可惜啊，有点可惜。但不过还是不错，还是不错。估计还是上次那个位置好，先找上次的位置。两边位置不太一样，怕背光，就没办法拍，连看都看不到。中了中了中了，在这里啊。刚好有了空隙，中大奖！哦，这边吃鱼，哦，你看这个男人叫狐狸，已经高兴的跳了起来。哦，今天我包场，他出现的时候。我想说，哎，两只，这里有点低，不像，那个不像，对，那个背光，你看，以为还是两只黑鸢在打架，结果不是，是白尾鸢鱼鹰。这背光，你翅膀可能看不出来。结果我对过去，其中一只尾巴白的，哦，太兴奋了。
哦。几点要延迟上班了？等他吃完，等他吃完。28分钟间没有塞车，定一下23的话，再还有20分钟，我可以拍到8:15。今天没有塞车。吃鱼，没有被挡住。哎呦呦呦，年纪大了吧？吃饱吃饱了，风太大，对，来了一阵风，你看。左看右看，鱼有钓吗？不知道。还是有一根树枝挡住吧，前面这一根，不要动啊！
还在吃吧。还是要走，擦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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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擦嘴了。跳上来了，看到有的白白的在动，有有有有，哦，插嘴插嘴，哦，插嘴插嘴，好刺激啊！根本不晓得他在哪里。好多爱，我要上班啦，拜拜。看一下刚才拍的画面，白尾，来了来了，白尾来了，哦，中了中了，谁在找他？捞鱼捞鱼，树林后面的捞鱼，语音打他，感谢，拜拜。来上班了。哦，有有有有拍到他捞捞抓鱼的画面，然后这意境也不错，在树林后面，在树叶后面，然后那个刚好空隙里面都有拍到他的动作。我如果来这边的话，其实我也不敢保证，我去那边看一下好了。理论上应该可以拍到整个正面抓鱼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去那边有可能被挡住了。对，被那片树林挡住。
也有可能拍到边边角角都有机会，不确定。好，来上班了。对啊，这边太进来了，那边反而有可能会被挡住。不确定，都是的缘分。今天我包场。